案人王姓女子称其丈夫林男约47岁，遭陌生男子枪击受伤。然于派出所接获报案前，一名邱姓男子约22岁，即使手枪一把，弹夹一个，子弹5发至派出所投案，并称稍早于新隆路二段附近持枪攻击一名男子。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后比对影像，与110通报案件相同。文山第二分局受理后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扩大调阅监视器，持续追查嫌犯开枪动机。初步清查已与土方工程有关，警方持续追查枪支来源及有无共犯，以净化社区治安与维持安宁环境。